やればできぬさ、できないなけら。三四郎在哪里？好了啊，这个上来先给大家放一段日本电视连续剧《自三四郎》主题曲啊，也是片头曲。我相信啊，跟我年龄相仿的70后啊，对这部电视剧的这个旋律一点都不会陌生啊，应该想起来的话有一种亲切感啊，马上把我们拉回到80年代初啊，这部风靡中国大陆的啊，日本电视连续剧，应该说是81年由上海电视台译制的，啊，同年在中国大陆播放，引起了轰动。那应该说每天晚上只要是有这部连续剧播放，是吧？那整个大街小巷啊，上空回荡的全是，这个曲子。呀嘞吧，浓郁的日本这个风味儿是吧？武士道精神啊，这个当时当然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他反正歌词大意，第一段我放的那段呢，就是讲你能做到的，如果做不到，男人若说不出，就从头来过啊，就哭吧，哭吧，哭也是可以的。向前看，三四郎，这就是胜负啊！啊，颇有点这个男人哭吧哭吧不是泪，啊，那个意思，男人哭吧哭吧不是泪，啊，是吧？刘德华唱的啊。这个电视连续剧叫《自三四郎》啊，这个日本好像是70年拍的，啊，还是76年拍的。忘了啊，这不重要啊，但是呢就说明日本的这个影视作品啊，当年在中国是多么的受欢迎啊，多么的火爆啊，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东京爱情故事，这80年代末啊，80年代中期啊，包括阿信啊，长篇电视连续剧，因为到那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上大学了啊，或者说是准备高考，看电视时间就很少了啊，但是我们家人呢就是经常在看啊，播送这个主题曲的时候啊，弄得我也是心里面啊非常痒痒啊，想看呢但不行，有学业，那么多作业需要做是吧，功课比较重。但是70年代末啊，陆陆续续就开始引进日本的影视作品，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聊这个日本的文化啊，就是影视剧系列，因为一旦勾起那段回忆啊，还是源源不断，各种这个回忆啊，各种思绪，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啊。我记得电影的话，像什么《银次郎的故事》啊，《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啊，这都是山田洋次导演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期啊引进的都是同一个导演的？当然山田洋次也是日本著名的这个导演了啊，曾经获得亚洲电影的这个终生成就奖啊，拍的呢也确实是非常好。怎么讲呢？为什么当初在大陆那么受欢迎呢？我觉得反正也跟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有关系啊，就是改革开放之初或者粉碎四人帮吧啊，
我们叫七七七八、七九八零啊。那时候呢，人是另外一种精神面貌啊。同时呢，当我们乍一接触到日本的这个电影，包括《人间的证明》，就是仁政啊进来之后，还有这个像我刚才讲的山田洋次这个系列啊，高仓健、背上千惠子他们俩主演的啊，这个菊次郎不是啊，这个银次郎不是啊，银次郎是另外的啊，这个演员，所以他展现的呢是一种很平常的平常人生活的那种真善美啊，还有远山的呼唤啊，幸福的黄手帕，让我们看到日本的农村啊是那么的祥和啊，就是田园生活啊，包括这个奶牛场啊、养牛场啊，也都是那么风光旖旎啊，平静祥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啊，这个农民的生活呢。不能算清闲富足啊，但是呢，小康是肯定没有问题首先很平和啊，大家的这些日本人的这种心态呀，也怎么讲呢，也非常平和啊，这跟中国的农村啊，或者中国当时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强烈的对比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包括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看的电影啊，都是充满了阶级斗争啊，充满了打打杀杀啊，充满了敌我矛盾啊，这个阶级仇啊，这个有战争电影居多，反映什么？这个抗日战争这个国共双方之间在大陆的这个争夺都是打仗题材的、战争题材的特别多像包括儿童剧什么《小兵张嘎》这个鸡毛信三毛流浪记还有什么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这个兵临城下就很多战争题材的电影那但你一拍战争总是要有那个什么嘛，血肉横飞，对吧？需要打仗有人被打死受伤都是血了呼啦、血淋淋的，反映这个人间这种普通百姓的和平时期的生活的。反映这种真善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的，应该说不太多，更多的呢是让人感觉到精神非常紧张，或者说总要有坏人，总要有阶级的对立面，总要有反动派，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常见的这个拍摄电影的这种套路，还有这种风格吧。所以说，一旦接触到日本的这种非常柔美的这种画面优美的音乐，对吧？人物呢，像高仓健比较这个高大，是吧？冷峻，别有一种阳刚的美，是吧？那背上千惠子呢，就是典型的这种东方日本的这种女性，是吧？温柔贤淑，不善。表达很感情呢，比较细腻，也比较温婉，性格贤淑，全是好词儿啊！这个日本妇女简直什么，那个什么应该请我给她代言。所以呢，让人耳目一新所以说变成这个老幼通吃妇孺皆知的一些这个桥段。那高仓健、背上千惠子。来中国都是红极一时风头无两，导致呢这个是长尾效应2005年张艺谋拍这个《千里走单骑》，还专门请这个花甲之年的这个高仓健来了趟中国，远赴云南去拍这个片子，你就可见张艺谋那一代人他们对高仓健的这个好感一直到。
他都成年当了导演那么多年了，还依然是吧，念念不忘，还反正是当然也有商业的这个考虑了，对吧？可见高仓健在中国的这个票房的人气啊，Niki 有多高了啊！包括背上千惠子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演员啊。那日本的知名的女演员就太多了啊，包括后期比她还有名的这个田中裕子啊，演阿信的这个是吧，也是啊。但是除了演员自身的功力之外啊，还有这个电视剧的人物，当然塑造刻画的也是非常到位啊。当然，日本的其他的知名的女演员，前一期我讲了，像这个中村叫什么来着？不是中岛美雪啊，中野良子啊，演真由美的那个，那是在中国那个时段的中国，讲起真由美是吧？啊，你可以不知道这个王丹凤是谁是吧？陶玉玲是谁？是吧？什么上官云珠啊，这是中国知名的女影星啊，甚至什么张瑜啊、刘晓庆啊，啊，那是后起的了。你可以不知道他们，但是你一定知道中由美，你一定知道高仓健，是吧？啊，你一定知道电影里的人物横路敬二，是吧？这个石村警长啊，还有这个杜秋冬人。啊，所以说这个呢，包括那些配音演员啊，因为那时候引进，那时候没有什么指标，引进国外的这种译制片，你拿过来之后呢，首先要把它翻译，翻译完了之后要进行这个配音，所以那时候也带红了很多配音演员，秋叶风啊，毕克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华呀。等等，那当初啊，童自荣啊，这一大批，这个这是上一场的啊，上海的这一帮老的配音演员啊，著名艺术家，包括孙道临等等，他们这么一批，所以引进的速度比较慢。我记得那时候主要就是日本的比较多，那除了港台的之外了啊，日本是打头啊，那美国片几乎没有。啊，就是引进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啊，所以关于美国系列呢，我之后过几天等日本做完了，我再讲啊，也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影视作品。电影日本的，反正后来还有这个菊次郎的故事啊，北野武啊自导自演的。也非常有意思，它跟银次郎的故事不太一样啊。菊次郎的夏天，银次郎呢主要是一个小人物，人次这个银次郎啊，好像拍了很多集啊，主要的是讲小人物银次郎的悲欢离合啊。每次呢都是爱上一个富家小姐是吧，想攀高枝儿啊，最后呢这个浪漫也是无疾而终啊，这个不了了之。因为现实呢很残酷，是吧？有这个门第的差异啊，这个巨大的鸿沟是弥合不了的，是跨越不过去的，啊，最后只能是黯然神伤，受伤，是吧？伤心暗自离去，啊，最后只能是这样。但是呢，拍的还是非常好，尤其那个配乐，我觉得，反正在我们幼小心灵当中啊，留下了一抹阳光，啊，挥之不去的记忆，啊，应该是正面的。啊，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啊，真善美的那一面，啊，跟我们这个电视之前的国产电视剧当中描述的，啊，有很大的差异，啊，因为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张牙舞爪的鬼子，是吧？啊，张口闭口八个鸭绿，那，啊，即便是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叫抗战神剧吧，啊，也充斥了青面獠牙，对吧？阴险狡诈啊，冷血残暴的日本鬼子啊，据说这个横店啊，你随便去哪一天都有十几部抗日神剧在拍
啊，那消灭的鬼子据说加起来啊，已经超过抗日战争14年，消灭鬼子的十几倍，甚至40几倍的，啊，毫不夸张地说，导致啊，这个演鬼子的演员啊，都忙不过来啊，一天得跑好几个片场，啊，甚至捧红了一些日本人啊，专门演鬼子的军官，哈哈，啊，都成明星了，啊。这跟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啊，大气候不好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就是从钓鱼岛事件开始，中日关系这个急转直下，12年还是13年的啊，那时候开始呢，就大拍特拍各种抗日神剧，您要搞好日本关系，你让日本人跑中国来一看，你这天天电视上播放的。是吧？各个台几乎都有各种啊抗日神剧，是吧？有手撕鬼子，啊，用这个啊裤裆里面捞出手榴弹来炸鬼子，是吧？这个步枪能打下飞机来，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中华武术，是吧？也都上了，啊，这个机关枪都打不死，啊，就这种桥段，唉，怎么说呢？那是挺悲哀的吧，是吧？就是拍这种抗日神剧，政治上比较安全，容易过审，否则的话，你折腾个大半年，甚至折腾个几年，迟迟过不了审，你拿不到这个播放的许可证，是吧？你也是白干，甚至说他给你是吧，鸡蛋里面挑骨头，让你东剪西剪，最后这个片子剪成烂片了啊！但是这是影视界的一个这个什么了啊，公开的秘密了啊，怎么样能过审？怎么样能保证投资人的安全啊？所以导致就后来这近，应该说这近10年吧，国产的这个电视剧包括一些电影就没法看啊，无论是这个文学水平、文艺水平，还有观赏性。都是非常之低，虽然说票房比较高啊，但是呢，出了这么多挠痒痒的喜剧啊，这么多雷人的啊，这个抗日神剧神片儿，实在是不敢恭维。那你这个艺术性，你一对比，你看看70年代啊，80年代日本拍的这种片子是吧？这种人文关怀是吧？这种导演的这个境界高度。啊，反正在这里呢，我还是说要给中国导演和演员啊正个名啊。其实我觉得中国也有非常好的、非常牛逼的导演还有演员，你只要给他这个空间，是吧？给他这个创作的自由啊，不要设一个条条框框啊，他一点都不比好莱坞啊，也不比日本的演员差啊。因为这是现在我上点岁数了。啊，有点阅历，所以回头看很多这个导演的片子，包括20、30年代什么《早春二月》呀，《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就老一代的像这个金山啊，他们拍的那些片子啊，我觉得艺术性啊都不差，水平也挺高的。我《72家房客》啊等等，越看的话越有味道。啊，那寄托了导演的这种美学追求，还有人文关怀啊，这种情怀吧，啊，那时候其实就有了。那现在再看这些片子呢，我觉得过度商业化，就是像冯小刚啊讲的那样，说我能拍出好片子来，是吧？但你们看得懂吗？你们配欣赏吗？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哎，这个导演或者影视圈的工作人员，他们跟大众之间怎么样建立一种是吧有效的沟通的机制啊？这确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行啊，拉拉杂杂聊了这么一点儿，又20分钟了。那我觉得还有很多日本的影视的这个作品啊，包括歌曲歌星啊，我想聊的，那看来只能等到下一期了。好，今天啊，我们就先暂时聊到这里。
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